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请罗部长。部长好，本席今天的重点还是在大法官的推荐这件事情上面。好，刚刚好像您在回答的时候欲言又止，推荐两名大法官当中有关于林推荐人，好，林辉煌，这个检察官的推荐啊，您是在推荐的过程当中有曾经去想到过他曾经是美丽岛事件的起诉检察官这个事情，你事先推荐之前你有曾经去想到过评估过吗？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是很注意他这20多年来的表现。好，所以这件事情无关他的表现，这件事情关系到的其实是整个国家转型正义的价值面的问题。他的表现可能都很好，但是问题是当在威权的时期，他曾经配合威权的政权，对于民主化过程当中的人权事件，不幸沦为一个威权统治的共犯，而做了这样一个历史性悲剧角色，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候，基于转型正义的史观跟价值观的立场，当事后沸沸扬扬，社会有这么多讨论的时候，部长您现在的看法，觉得他还适合成为我们的大法官吗？其实大法官的提名是总统，那他只是建议我们说，就我们认为合适的检察官当中推荐一些人，所以我才需要知道，因为你是推荐单位，所以我才需要知道你现在对于这个推荐，你目前的看法是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对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看法很分歧，我要知道他当然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就专指这件事，你的看法如何？他曾经在威权的时代是一个共犯。在这过程之中，就他个人而言，对于这件事情完全没有转型正义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国家已经知道美丽岛事件不是叛乱事件，已经知道那是一个白色恐怖时期民主化过程当中的一个冤案。这个时候你把起诉检察官提名作为大法官，现在你的看法是什么？报告委员，我观察林院长他在司法官学院15年，他的观念一直在转变在进步，因为他其实跟很多国际的思想有接轨，他在一直在这种国际这个法学座谈会，你替他讲话，你要替他讲话，所以你的结论怎样没关系，这细节他很好，我也承认他就专业的领域他做得很好，好不好？那我不谈嘛，我不谈他专业的领域，我谈现在被提示出来的这件事啊，因为那事关我们重新再把美丽岛事件拿出来做历史定位啊。对呀，你的这个推荐，如果他真的是去当了我们的大法官，其实而他什么又都没有做，其实又事关说我们最后再重新拿出来做历史定位啊。所以我专问你这件事好吗？你的意思是要回答我说他专业的表现足以盖过这件事吗？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缺点，是不是？没有一个人是所有人都很赞许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缺点吗？没有，我在谈的是这个国家，我在谈的是这个国家在此时此刻要把美丽岛事件时候的起诉检察官提名来作为大法官这件事。我不在谈他的个人，我在谈这件事件。报告委员，他所代表的历史的意义，你如何解释？你如何解释说当时威权体系打压政治异己、打压良心犯的司法打压事件当中的共犯执行者，最重要的就是借他的手写出那个起诉书，他在为这件事情做定位。他是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核心执行者，那你今天要让他做大法官，这件事情你认为妥当吗？报告委员，我是这样子来这个推荐人选的。其实我们是把所有可能资格比较接近的来，不要啦，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所有那些回答都不是我要的，我就要问说，
现在发现这件事情了，你对这件事情你现在怎么看法？报告委员，我就是要说明，就是我们仍然是就我们可能人选中选最优秀的，觉得条件整体加起来是最好的。所以虽然发生那件事，他仍然是所有值得推荐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两名之一，是不是？是因为他一则我们在考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之后，所以你还是认为这个推荐 OK？ 我们常常把一个人过去的表现也会参照他的时间久远来做一个取舍。比如说我们累犯也都是近五年内再犯才算累犯。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侵犯人权罪是没有法律追诉时效的，是但是、那个、对啊，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够用法律追诉时效来看待。如果他有被定侵犯人权罪的话，那当然另当别论，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法律啊。但是事实是啊，事实当时那件事情是一个侵犯人权的案件啊，我想委员而且也获得平反啊。是，我相信委员很重视人权，也对纳粹的他的犯行很多相关的电影可能也有看过，比如说像为爱朗诵，德国、英国、美国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子做这种推荐。是，我绝对不会。具体的状况，文明的国家，重视人权的国家绝对不会，更何况对这件事情他连道歉都没有过。是，但是在一个时代环境背景下，你还是觉得值得推荐，是不是？目前看起来还是值得推荐，因为那是非常久以前的事了。来，你仍然认为他值得推荐，因为他后来的表现确实显示出他的，所以后宫可以抵前过。我是以他比较我看到的这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着。哇，那我谈的问题呢？怎么定位？我谈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竟然又如此去解释、去诠释历史，事实上去诠释美丽岛事件，也就是说啊，事过境迁了，可以原谅，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吗？对不对？美丽岛事件对于政治异议分子的恐怖打压，借着林辉煌的推荐。事实上传递出来的历史论述就是事过境迁这么久可以遗忘可以原谅，所以他还是最优秀的大法官的人选。报告委员，其实是这样哦。报告委员，你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不是。哦，那你什么意思？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遗忘历史，但是我们应该试着去理解。你就是因为理解 对理解为什么历史会这样子 发展。是，其实像很多研究纳粹事件的人都会讲到后来一个层面，人性其实差异不大，但是他会在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做出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甚至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那这些激起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因素，常常是一个制度面、法律面，或者说一个更大威权体制下好造成的一个状况。所以个人的表现其实是在选择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去发生的。欸，照你这么说，全世界在追溯侵犯人权的罪犯都错了啊，因为个人都应该原谅啊，因为是平庸的邪恶啊，所以都值得原谅，是吗？你是这样理解的吗？不是，我是说要理解，我说他们的选择要理解，然后还可以升官呢，还可以做最荣誉的国家的大法官啊。你不只理解哦，你还重用哦，你还奖励哦。我刚刚向委员报告，对啊，等于奖励哦。我是等于在他人生最后替他做一个定位，那个定位就是国家的荣耀哦。报告委员，我是觉得他后来的表现，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极端？我这样讲对不对？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人在台湾最后我们为他做的历史定位就是他是我们的国家的精英，然后我们给他享有国家在法界最高的尊荣，所以我们给他肯定，最后是历史上替他盖棺论定，是给他用大法官的会议 的身份来酬拥他，给他做历史定位哦。所以就我们理解啊，那个是不得已，我们不但原谅，我们还给你升官，我们还给你最高荣耀，我们还给你戴桂冠，是这样哦。啊，你愿意这样做？你仍然觉得这样做对，是不是？报告委员，大法官的工作其实是最着重在他的法学素养，他在解释宪法，他是法界最高的荣耀， 是法律的桂冠了，这无容置疑嘛，你还替他辩解到这种地步。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国家准备，你准备替他戴上这个桂冠吗？为他人生做历史定位吗？而他个人对于当时在威权体制之下成为共犯这件事情，连说一句话都不曾有过吗？还洋洋自得，引以为傲啊。
报告委员，他过去的那一段事情的评价如何？其实除了法务部自己有一些斟酌之外，总统这个有世界普世价值的标准啦。现在跟你谈的都是这个啦，都是人权啦。全世界对在国际人权的观点上面所看待的侵犯人权事件，已经都有定论啦。为什么一个 你知道英国？他追溯纳粹时候，一个才几岁，才16岁的小警察，在波兰一个小镇，他屠杀了那个小镇的一些人，一些犹太人。这个事情追溯到他80几岁，已经是退休铁路工人了。英国的法院还把他判刑，然后收入老人监狱。为了这个事情，英国的法院还特别第一次首度跑到波兰去现场会勘，然后英国把国际公法上面国际人权的相关的公约纳为战争罪犯的法律，也是在那个时候制定。以后的第一个案子是这个，那个人已经退休，80几岁的老人了，在那个时代扮演了那样的历史角色，可是他都已经是规划为英国人，当时是在波兰，可是他都规划为英国人一辈子，而且在英国做铁路工人一辈子，而且是退休的铁路工人，而且是80几岁了，英国的法院还是把他抓来关在老人监狱，那个才叫做正义、啊、那个叫大不相同的案件，因为他是没有经过审判直接屠杀了这么多人，跟林院长他是只是起诉，只是进行司法诉讼体系中的一小段而已，他也不至于要让他戴上国家法律的桂冠啊。所以因为那个是更可怕，你知道吗？因为他用司法的正当性去包装一个人权的侵犯啊。我不认为他会这样，他正是如此啊，因为事实已经很明显，历史已经平反了，这个事件的定论已经出来了，当时的起诉就是一个人权的侵犯事件啊。所以你还坚持啦，最后的结论就是部长还是坚持啦，我已经提出去了，对啦，所以不需要补足意见呐，不需要补充意见，你也不会跟总统表示说两个人当中另外一个比较适合啦，也不会啦，哈，都不会。我们已经提出去，本来就有排顺序。他排第几？第二。他排第二，那有可能两个都上啊，这个、我就不知道，有可能两个都被圈选啊、所以你也不会撤回，你也不会补充意见。不，我关心的还是你个人的看法，而您今天个人的看法，我是很失望的，是很惊讶的，是很惊讶的。我们一国的法务部的部长竟然认为，当时那个时代他扮演那个角色可以理解，而且现在他适合担任大法官。结论其实还是这样哦，部长，我们今天的这些对话其实都留下历史了，就是。是你的立场你必须这样说，还是你真诚的这样信仰，你真诚的认为你刚刚讲的就是你非常发自内心真正的想法吗？是，我真的这么想。所以他值得理解，而且还值得让他戴上桂冠，是吗？是吗？是，是吗？是不是？是不是？是。好，好，那你在我的心目中也被定位了，我非常的遗憾，不应该，不应该，你竟然连一句，本来我是期待，你竟然连说出说，会请他为那件事情跟社会致歉，你可以不必撤回，但是你至少可以这样表示，那样的话，我还会有一丝丝的尊重。你会建议他对这件事情对社会有一个说法，你连这样都没有说，你还认为可以理解他值得戴上桂冠，值得我们法界的最高荣耀。我很失望，我非常失望。好。